是花王钦点首相，为他受过建灵如建王的尊严与恩宠。行一事不留香。传承德怀的正确使用方式，今仔日要点出来，予大家了解。恁为太多了。黄沙兵进行斗气高飞，德公剑影纵横生活国。剑水。我师傅一定做不好，你牛郎想出招的斩神玉钻，一刀斩神风，一神剑修，一剑归神宫，直接探寻一切目的，你就是想利用天不之德，我家该死。哎呀呀！无奈，完成必得。一剑所命令绝，人以阴谋欺心病。三声无奈言何必？希望有灵光灵，一会灵智，双方心情一错一会，移情别恋。立誓花王依然。是班秋过处人一份，而且也是战役本作真人，可以魔界有出物。我可以真是人造力量，这位无上的开山方面，咋想要贵族眼中的贵物？何待客气，人在说，你卡就进门，我不是问清别人的事，也讲上过新的人生。就从改变习惯开始，我记得时阵我未进去过。进啊！进哪道呢？哦。霹雳震魔枪。驯鹤天魔换战甲，魔王就是好霸气！霹雳大奖放送给你抽，霹雳战魔策扫码积点抽大奖，抽蝴蝶君天翔与昆皇木偶，再抽 iPhone 13三只，还抽 PS5 一台，加码抽捷源笔电三台。快去扫全40张 DVD 的 QR code， 再登录会员，周周扫就能抽大奖。